Hello，各位网友大家好。这台 NN999 拆开，轴心是这样，一个12mm 的，就跟外面买的那种转接头一样，拔给你们看。因为我刚原本有买了一个伺服机的。然后一样型号的，它是 NG996 啊，一样型号不同家做的壳会有一些公差，那导致于我的换上去之后又换回来，就是转向最大的时候避震会磨到。再来就是说，它原厂这个应该是。中国内地制的，它的转向作动比较差一点，就是那个齿噪很大声 然后它每个地方螺丝大小不一样，因为我刚刚有锁错一个螺丝，锁到底下转向这里，所以导致锁上去的时候牙有点不好锁，还好啊，没有坏牙。所以哪个地方拆，哪个地方锁上去要注意，然后把天线整出来。等一下哦，把轮胎拆了，它是一个凹形的轮胎，这种花纹的，这样，里面是这样，胎蛮薄的。轮胎已经大概到货大概3、5天了，还是很臭。这轮胎，这个差宝都有卖，只是台湾很多遥控店家都是跟差宝进的，价格会比较高，可以去差宝买。它比较好的是里面有这个，已经内附这个内粘海绵内胆，然后这个中间是这样，就是凹形的轮胎啊，中间是这样，然后轮毂带，这可以换金属的，1.9寸，然后这样。盖起来，有螺帽，螺帽，然后外面锁螺丝，鼻子过敏，我装一次给大家看，这样子，这要小心哦，这前后容易破掉，就是一个角度。一个角度塞进去，塞进去之后呢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先给它这样，然后胎皮注意一下，胎皮往外拉，胎皮往外拉，然后再这样，有点像换脚踏车轮胎的那种概念，塞，这样按。把海绵按到里面，海绵按到里面了啊、哦！中间这个没分正反，因为我应该是这个是外面的，然后我看一下，这个是正面，这是反面，来了。这个比较不好装，慢慢的，这样一个角度，慢慢的，然后稍微拉一些，怕轮胎破掉，然后慢慢转，有点转带压，
不好意思，慢慢压，压到里面，这样拿出来了，拿出来了没有？在中间的嘛啊，然后它有一个比较凹的是反面，凹的是反面，要对好，凹的是反面，反面。刚好对里面那一二三四五六六个那个像叉叉的，然后这些还没对好，哇，它下去就吸住，等一下啊，再来一次，这正面比较高的地方对好，下去。压一下，不太，没有想象中好对，会歪一点，然后就整一下，好，然后这边就给它下去，压住。压住，压住，刚好对到，刚刚好对到，夹起来。我很好奇，它这组轮胎气是怎么出来的？夹好之后。我感觉有点怪怪的，是没夹好啊，把它开上来，感觉没有想象中好装啊，因为我第一次拆这个轮胎。我还没有买过改的，我在看，是我中间这个，对呀，对呀，这样对呀，好像就是对孔而已，对孔有啊，螺帽放下去。对哦，螺帽放下去，手要在这里，不然会掉。然后是往上。第一次拆啊，比较慢一点，片头比较长。应该各式的轮毂安装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对的，嗯，诶，对不到哎，对不到。哪边安装错误吗？
哇，这个蛋非常巨大，你看，有二十几公分的手，二十几公分的手差不多等，对吧？12公分，手的一半呢？我手大概23公分，手的一半。再来，就是螺母上去，螺丝锁起来，对呀。它有金属轮毂，价格高。对呀，螺帽掉了。螺丝要给它下到下面，来，就是这样，螺母放上去，然后螺丝锁上，就这样 ，OK， 先到这。